这骨头边上的肉老香了，嗯，大块瘦肉。咱看看啊，这咋样呢？哦，这整的跟腾云驾雾似的。嘿，咱看看，哦，这色儿挺好啊。看它熟不熟，咱扎一下子。哎，感觉这嘎达好像有点硬，剩下这地方都熟了。这火候啊，还是欠一点，再焖20分钟。这必须怼点大蒜泥呀、啊。鱼卷烫一下。这块肉下来。嗯。哎呀呀呀！血掉下来。血块肉，尝尝。熟没熟主要是，嗯，可以了、啊、可以了，熟了，开捞啊、哦、我感觉我真是仙气飘飘，我啥也瞅不到了。来来来，哎，出来喽，装好吧，瞧瞧啊、哦、哎呦啊，这气儿，这二师兄，二师兄啊，终于要吃到嘴了。来，用这个锅啊，接着把这个肥肠给它煮一下，再煮20多分钟。瞧瞧这二师兄啊，今天就干他了。走喽！哎，哎呀，上下壳先开了，上面肉给它拿下来。凉一凉，凉一凉。哎，染着，好嘞。哎，这里面有肉啊。那是啊。嘿，这骨头边上的肉老香了。嗯，大块瘦肉。咱们拌个凉菜，少不了豆皮啊，用开水烫一下，它就软了。最关键豆皮儿来一把，凉菜开拌加食盐、味素、白糖、白醋、香油、辣椒油，这凉菜这一下子肯定是拌不开了啊！匀个盆儿，这必须上手给它拌一拌，拌匀乎的。火腿红肠都吃腻了，这回来了个好东西啊，松仁小肚。这家伙以前卖过，硬让你们给我干完了，我们自己吃。这个是真正的煮做的皮儿啊。这里面吧，淀粉比较多，大家吃过大火腿之后就觉得这个小肚咋这么多淀粉呢，工艺不一样啊，今天我们自己整一个吃。这个颜色漂亮，开切喽。耳朵咱先来下来啊，开，哎，拱嘴儿给它先来下来。这个位置是最好的，鼻子嘛，不就是是吧？象拔吃不起，咱这猪拔还是吃得起的。先把这猪鼻子放这儿，这就是关键的猪耳朵啊。哎呀，这是不是可以来一块尝一尝，看看啊、哦，猪耳朵，嗯，这猪耳朵里面这脆骨啊，脆生生是真好吃的，太有那个嚼劲儿了。哎，猪耳朵，猪头肉，这连肥带瘦啊，反正这玩意也不总吃。偶尔来两块也是可以的哈，真香啊！什么叫可以的呀？嘿，来上它一下，哎，这猪头就全了，这大肠也卤好了。我看看啊，我天哪，瞅瞅瞅瞅，来，颜色也上来了，这小味儿挠挠的啊。你还没尝呢，你净瞎说，忽悠大家。
小块尝一个。我就尝这个小的。瞧瞧啊、哦、做饭就有这点好处，你可以先吃。不吃常菜不是要不算赖哈。哎呀妈，烫的全搁嘴了，这玩意真香啊。一盘。这给它切成小段啊，咱上锅再溜一下。老香了。拌好的凉菜装盘儿。哎，这回看看肘子咋样？一看这个形状就软烂脱骨。我觉得我是不是可以上手了？来啊、哦，肘子。尖椒肥肠，这也是东北的一个名菜，是吧？开始走菜，尖椒肥肠。哎，小寨，上菜喽、哎！邻居大哥必须得先来点白的。来，今天2月2龙抬头，人家邻居大哥去那啥找龙头去了，我们没捡。刚剃完。嗯，刚剃完。开号。这家伙。啊，大嫂。来，大嫂，倒上。啊、这一阵练呢。喝点。爷爷的感觉。今天喝点。来啊、哦，今天咱必须得喝一杯。干杯。来来来。哎、年也过了，节也过了，再赶上这个节也是不错的啊。就我是无色的，太爱吃了，这个颜色还挺好。猪头肉上三个部分，快来吃。耳朵这边是拱嘴，然后那是中间的肉。啊、嗯，肉，这是肥肠。嗯，这家伙我说整一口是真香啊，刚来一尝。嗯，快、嗯、来点拱嘴吧，往前拱拱。嗯。对，狗嘴那嘎儿，猪鼻子，二师兄就靠这猪鼻子拱，吃的那么胖，大嫂吃，嗯，喝点，来，喝点，来来来，没事就喝了，对，哎呀，放一下，看你这两个我跳一下吧，看看烂不烂乎，整这，对对对，你看看能不能给它骨头给它划出来。我这高高压锅压的呀，嗯，别瞅就好，这行了，真行啊！踩开，拔掉，行，下来呗，下来。哎呀，脱骨了，行，那块不理他。好，来来来，你别缓瘦了。我是不是可以拿回来嗦嗦了？哎呦我的天哪！啊，我说你这么努力呢，对，有意思呀！快来，大佬。嗯，随出的。这不知道味道啥样。嗯，挺好。吃猪头，最好的块地方。媳妇儿，你来。呀，给我的，那上手了，看看啊，就是猪鼻子最外面。这得必须得拱一拱啊，财运全来了啊、哦！这小凉菜儿，这比较解腻了就哈。嗯，一桌子都是肉块啊，就指着它活着呢，要不然吃不下去呀、啊。再整一下子。